找不到方法证明爱情有偏差，好想要放弃他，心里却一直在跟自己吵架，假装不在乎，假装每天很忙碌，可是我却按耐不住，想知道你现在在干嘛，无时无刻眼里都是你，每分每秒心里都想你，我要控制自己忘掉你，不愿意就这样跳出爱的陷阱，无时无刻眼里都是你，每分每秒心里都想你，想要控制自己忘掉你，却又不知不觉把你写进奇怪，不知温和到来，也许时间会慢慢带来答案，伸出你的手，赶走我不安的梦，听你说我们的邂逅是被上天看当我有初恋了，就这样真的初恋了，这样真也初恋了，这一种 view 让我真的初恋了，我爱你。王超，你，寄人篱下有点自觉行吗？怎么了，我们年哥今天有点暴躁啊？是不是羡慕着我正在谈着甜甜蜜蜜的恋爱啊？嗯。你要干嘛？黄一超，我警告你，你再闹，我就赶你走。都已经毕业了，还赖在学校不走？我住你床了？我住的是李然的床，你凭什么赶我走啊？果然还是有女朋友的人才会惺惺相惜啊。没想到啊，当初第一个谈恋爱的你现在却沦落为单身。哎，要不要我叫上同样有女朋友的开拓来给你这个单身出点主意啊？我闭嘴。看书。还给他弟呀、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少喝点儿，悠着点儿，再喝多了可没人送你回家啊！干嘛呀、啊、你啊？你要谋杀呀、啊、你！我要告诉我们小月，你信我，你恶不恶心啊？这么爱秀恩爱，有没有考虑过幼年幼小的心灵？你以为他想单身，他也不想啊！你大声呢！哎！你们两个到底是要帮我还是看笑话呀？都想。哎呀，你别喝了，你喝什么喝呀？能解决问题啊？不就是哄回夏淼淼吗？他平时的性格就跟小兔子似的，肯定特别好哄。你就是方法不对。你说的倒是挺简单的。能比何心难哄吗？他就是暴躁的小松鼠。是我们大意了。哎，
没想到连你妈妈的世界都不能让下面人原谅你，他也太铁石心肠了吧。我错了，下面为了大慈大悲通情达理，行了吧。我就想你们俩靠不住，要不我们都从自己的经验出发，说说让他借鉴一下。我看行。我的经验呢，其实也挺简单的，就是死皮赖脸的黏着他，无微不至的关怀他，然后呢就去见他爸。见了他爸之后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在一起了，可能是我长得比较帅吧。我的经验是，一直惹他生气，直到他炸毛，然后表白，然后再惹他炸毛，最后就成了。哎呀，我为什么不把时间留着画图呢？哎，不过我觉得何心有一招对付还挺有效的。说吧，我就死马当活马医呗。你就假装受伤，让淼淼不得不醒了。行吧，两位留着继续玩，我得回去画图了。喂，你就这么走了？你是看不起我们的恋爱招数吗？我都看不起我自己。说你自己，你傻吧你？这么难找啊？你别太担心了，这都得慢慢找嘛。你肯定不担心啊，已经有三家大公司等着你去实习了。不过你怎么都不去啊？我是想找一家刚起步的小公司，这样呢我就有更多时间参加竞赛，而且小公司学习到的经验也多呀。嗯，等时机成熟了吧，我就知道该怎么创造自己的品牌。嗯，真厉害。这么帅，你居然有本事跟他分手？夏淼淼，你太优秀了。给你们带了早餐。哇，我最喜欢小笼包。谢谢学长，我们去上课。学长优秀。学长，你今天找我有事儿？
没有。没有，你都跟我一天了。我看行。我的经验呢，其实也挺简单的，就是死皮赖脸的黏着他，无微不至的关怀他，然后呢就去见他爸。见了他爸之后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在一起了，可能是我长得比较帅吧。你爸什么时候回来？那，算了算了，真是病急乱投医。修改方案的草图，我画完了。就是你跟我敲了半天，废话了图，真的是浪费我的时间。请你明确指出我的问题，好让我修改。你的问题难道你自己不知道？这是 ugly, only practical, no artistry. 你不应该就是这样的水平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会修改的。希望你不会再让我失望。来，我再次跟你致敬，你怎么熬过这一年的？其实。我并没有觉得那么难熬。骗子。请问哪位是方小月？我。啊，你好，您的同城快递。啊，谢谢。哦，对了，你男朋友让我带句话给你，他说他想你了。哎呦喂！哎呦，我们超也太甜了吧！哎 ，come on， 我们在工作。哎，咱们建筑系的系花呀。被别的戏占便宜了，你说你们两个干嘛的？啊？没事啊，我们幼年也曾经搞定过服装系的戏花，一花换一花，我们不亏。夏淼淼以前也是建筑系的，这也就是个内部解决吧？啊？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，我有点难过。来 ，Frank， 我们继续啊。你看刚才说的。收到巧克力这么开心吗？其实女孩子收到突然的礼物都会很开心的。苗苗学姐，林夏学姐，能不能让我们单独聊会儿？行吧。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学姐，这个给你。这个我不能收。学姐，我喜欢你。对不起，我不喜欢你。我知道，但是学姐，能不能给我一个靠近你的机会？
其实我从一入学就注意到你了，也在朝着你的方向默默努力。是你让我变得越来越好。学姐对于我来说真的很重要，所以能不能再考虑一下？学长，我有话想对你说。我喜欢你，谢谢你喜欢我，我也很开心你把我想的那么重要，但是我真的不能够答应你，对不起。那能不能就让我陪着你？我觉得不可以。谢谢学姐，学姐再见。再见。哎，淼淼有时候无情的有点可怕。怎么来了？如果我说我只是路过的，你应该不信吧？我今天真的不是跟着你的，就是来送你一点小礼物。小月说女孩子收到礼物都会特别开心的。谢谢。所以你收下了。王雨田刚刚送你那么多巧克力，你都没收下，是不是就表示你已经不生我的气了？我其实不生你的气，我只是很害怕。害怕什么？害怕下一次有同样情况要做选择的时候，你依然会把我排除在外。淼淼，我跟你保证，下一次我……学长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我所有的决定都是和你有关，而我好像从来都没有影响到你，以至于我会觉得你并没有像我喜欢你那样喜欢我。
我没想到我会让你这么……所以再给我点时间好吗？怎么了，姐？是我，我用妈的手机打电话给你，你快回来，爸回来了。爸回来了，你等我，马上回去。爸和妈吵架。他们为什么吵架？我们又要搬家了。我们又要搬家。你等我吧，我马上回家。学长，我有急事要回家一趟。时间晚了，我送你吧。我也得回去拿我妈留下来的资料。行。姐，救命！妈和爸好像这样离婚。爸妈，怎么回事？夏建军，你闭嘴，我来说。你们的爸爸又换航线了，我们为了方便他又得搬家。你别激动啊，可以不搬。我不是说了吗？无非就是在回家的路上浪费一点时间而已。什么叫我别激动？夏建军，你一年在海上漂三四个月，放假就那么几天。什么叫无非就多花点时间在路上？你还想花几天时间在路上？那你说。你说到底现在我应该怎么办？我想让你怎么办？嗯，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你多大岁数了？你是不是就压根就没想着调回陆地上来工作？这陆地上的工作跟我现在工资能比吗？正好孩子们在啊，我是这么想的，等你们以后自立了，自己能挣钱了，我就减少出海啊，然后回来跟你一起把这个店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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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闭嘴吧。挣钱是重要，他们长那么大你陪过吗？这个家大大小小的事儿你管过吗？我们仨头疼脑热的能指得上你吗？你别说话，我平常抠抠索索起早贪黑经营这个餐馆，就是为了帮补家用，就是不想让你在海上飘着。但是夏建军，我今天算是看清楚了，你压根儿就没想着回来跟我们一家人团聚，在你的心里只有大海母亲，没有这个家。知道，他嘴上这么说，最后肯定还是会理解你的。其实吧，你妈说的也对，这么些年了，确实他太辛苦了。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我们都会支持你的。
谁呀？画的这么烂，怪不得爸给他给丢了。贴得这么谨慎。怎么了？刚刚在外面表现那么懂事儿，怎么回到房间开始闹小脾气了？啊？海城是我们待过最久的地方。我已经有了好多好朋友，真的不想再搬家。好朋友永远都会是好朋友，就像我和阿霞姐姐一样啊。而且你到了新的地方，还可以认识新的朋友。嗯，你也可以跟他们在网上联系，对不对？妈不让我上网。姐姐偷偷给你上，喂，妙妙，你要不要来沙滩捡贝壳？我已经在灯塔这里了。为什么要去捡贝壳啊？那你能不能来灯塔一下？我现在不是很想去。我真的有话想对你说。我们今天不是已经聊过了吗？就假装受伤，让淼淼不得不醒过来。啊啊！怎么了？受伤了吗？哦，我没事，我没事。你别乱动，我马上过去。爸，我想明白了。我现在有急事，出去一趟，回来再说。哎，瑶瑶，哎呀，你上哪儿了？一直不肯出来，所以我才骗了你。我走了。我真的有话想跟你说。你能不能别再骗我了？我送你的项链，你问过我为什么是9:30。所以。9:30是你故意设计的。嗯，你还记得你和我一起去福利院接星星的那一天吗？我想想吧，你是不是真的只把夏淼淼当妹妹？依然留恋你
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:30，下班晚高峰，车流行进的速度可能会稍稍缓慢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多一份耐心，将心情调往最轻松的方向。我原本以为，我就是那一天喜欢上你，不是吗？你不是觉得我所有事都瞒着你吗？今天我都告诉你。学长，你不是高考完了吗？怎么还在画画放松啊？我还有一张图要赶着画完呢。为什么要赶着画完啊？高考完，我还是老师回画室的原因，是因为我知道，若回画室，我能见到你。好久不见。大一的那时候，海大附中誓师大会，其实那时候我很忙，根本就没有空回去。好久不见，同学们。但是想到好久没有见到你，还是忍不住回去了。我的眼睛怎么见大超学长了？有一年，你们来我家过年，饿了吧？嗯，不叫他们一起吃吗？他们都叫不醒，你先吃吧。好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叫你起床的时候，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叫其他人，不知道怎么的，那一天就是想单独和你吃一顿早餐。这个送你吧。我送你的椰子碗，上面的图案和其他碗是不一样，里面多了两个人，一个是你，一个是我。我喜欢你，喜欢你很久了。你说你觉得你从来没有影响过吗？但其实不是的。高考结束，在我即将妥协放弃海大建筑的时候，突然出现在灯塔的你，使我更加坚定自己的选择。学长，我想带你去个地方。我设计竞赛画不出设计图的时候，是你让我重新有了灵感。没事啊，你马上就停了，我们不听就是了。我在工地陷入恐慌的时候，是你帮我走出了心里的阴影。我喜欢你，非常非常喜欢你。
所以你们什么时候搬家？还没决定呢，我爸还在等我妈点头。那我是不是假日都见不到你了？能不能让你爸给搬啊？我们可以在学校见，而且我可以去找你，你也可以来找我。你们要搬到哪一个城市？我还不知道。那我得去您的城市找工作。这样梁老师会骂我的。谁管他？哎呀，你慢点哟，宝贝儿啊，你看看。你们不是分手了吗？谢谢。过来。叫什么名字呀？今年多大了？学什么专业的？哦，那个家住哪儿啊？家里有几口人？父母是做什么的？他叫梁又年，比姐大一岁，学建筑的，成绩特好。他们家离咱们家就隔了几条巷子，一共四口人，爸爸是美术老师，妈妈是家庭主妇。哦，对了，他们家还有一个弟弟。干嘛呀？你们这个表情，我也就是他第一次送苗苗回家的时候，顺便调查了一下。啊，刚才瑶瑶说分手了，是什么情况？哦，我们已经和好了。知道你们和好了，手都牵着呢。问你们为什么分手？阿姨，其实都是我的错，因为我是我的错，不关他的事儿。苗苗，你我来说。闭嘴！一个人说。哎呀，行了，别逼他们了。年轻人交朋友吵吵闹闹，这不都很正常吗？那咱们小时候不还三天一分手呢吗？哎，刚才你还跟我闹着要离婚呢啊！我要不是说不搬家了，你妈明天一早就要领我去民政局。说孩子的事呢，您提这个干嘛？妈，我们不搬家了。Can you see my heart? Can you read my mind? 住进我的眼睛里，把心话温柔地说，牵你在我左右，一直为我守候。我的心一见到你，我的心就不安跳动。什么？好好画图。你发现我在眼红，是种什么感觉？只是听朋友说过，没想过何时才会轮到我。你是如此耀眼的初衷，或只是淡淡的风，却幸运地被你捧在手中。Can you see my heart? Can you read my mind?住进我的眼睛里，把心话温柔地说，是你在我左右，一直为我守候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养老公寓的一个局部图。嗯哼。我们再看一下。你看弗兰克的脸色，我觉得有点悬。但是你看李老师的脸色。好像还挺满意的。嗯。嘿，你已经是一个是优秀的设计师 ，I promise。哇！
情话温柔地说。